这样看不一样，其实远看，妹妹确实脸要瘦一点，是吧？你看也小一点，姐姐要丰润一点。啊，问一下，如果这兄弟俩都没来，怎么办？我们两个都有勇气站在这儿了，他们如果不来的话，可能会让我很失望吧。我觉得他们俩如果没有来的话，可能就这段合约就到此结束，对，彼此之间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做个朋友吧。那如果他们俩都不来，你们以后还会再执意找双胞胎吗？不会了。对、啊，也会考虑一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啊。毕竟爱情的话，就是都是自己的嘛，试来试去也不太好。如果他们俩哥俩来了以后都说喜欢姐姐或者喜欢妹妹，那咋办？我觉得不管喜欢谁，我都会争取我喜欢的那个人。嗯，弟弟不管选择谁，我们都会祝福对方。我是这样想的。那你们就不考虑一下哥哥啊？我好担心哥哥。哥哥确实这种哥哥会想，我都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凭什么不选我？可能这种事情确实没办法勉强吧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好吧，你们既然都这么嫌弃哥哥，我也没办法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按键。